房车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美国德州最西部的靠近新墨西哥的一个城市 Fort Stockton。 这是欢迎来到 Fort Stockton。这个就是种鹃，是城市鸟。这个地方是商会，这个牌子上写着游客信息中心。美国德州也是产油州。这是铁板哥的一些造型，也是历史的记录。这是西部牛仔。这个骑的是马。这是马拉车。山顶上这个是狼。这个是现在的商会或游客信息中心。1911年的时候，这个是火车站。这里还有片雕塑，谢谢大家。